呀，这不是抖音一姐吗？认识你很高兴啊。你别高兴的太早了。什么话？什么叫高兴太早了？跟你沟通就太费劲了，拜拜。好好做人呀。什么叫好好做人呢？拜拜拜拜拜拜。给我拍视频的这位大哥，是一位非常的有才华的人类。是人不是人类。哦，他不是人类。你才不是人类呢，你。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，受到你的表扬，我感到痛不欲生。那你是怎么成功的？这和我多年来对艺术执着的追求毫无关系。大姐，哎，穿这么少不冷吗？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你老公怎么不给你买个大棉袄呢？我老公让我再坚持坚持啊。他说到六月份就暖和了。哎呀，六月份就暖和了，好，你暖和吧，慢慢坚持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没有强大的背景，实在，家里也没有胖，低调，我靠的就是实力。我支持你。风里雨里我在抖音里抖你。什么抖你？等你。最近网上有很多人说我像马云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在我心里马云最帅了。马总，云哥，我要去你办公室当秘书，我要为你遮风挡雨，就算是上到他小花海我也不怕。有病啊，还让不让你睡觉了。你属什么的？猴，金丝猴。金丝猴。你的政治面貌是什么？瓜子脸。瓜子脸。你这个文盲。你才是流氓。情人节你送我什么礼物啊？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永远也别回来。好，你这辈子这样不会遇见就那个我。遇不见就遇不见吧。拜拜。来。嘿，怎么今天全副武装了？最近我在抖音上火了，我们村的帅哥都在追我。哦，你别吹牛啊。坏了，又来一个。又来一个。你慢点，嘿。我的目标是3年里在北京买一套房。二环的吗？二环太贵，我打算在5环以外。哦，买5环以外的。哦，不错，我支持你。买房需要200万，我现在还差点。我支持你。还差多少？还差203万。还差200，怎么还多呢？我还有外债3万。还外债3万？妈呀！2019，我要赚好多的钱，每个月我要赚到1500。赚那么多钱能花完吗？每个月我花200，存起来1400。存钱干什么？等我死了以后，我全都捐出来。那你什么时候死啊？啊？你给我闪开，别挡道！你有病啊！冯小刚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今年的春晚我的节目被取消了。节目被取消了，那太遗憾了。我的节目被安排到2月30号了。2月30号，那这辈子也看不到了。拜拜，我很忙。拜拜，你很忙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以后我们不去小树林拍段子了。为什么？影响不好啊。那以后上哪拍去？上酒店或者宾馆去拍。切，你又想骗我？我骗你什么？我骗。我是不会上坏蛋的蛋，坏蛋的蛋。大姐，你的学历是什么？我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过4年锅炉。我现在说什么，你要说什么。你先说5遍，老鼠。老鼠。再说5遍，鼠老。鼠老。再说5遍，老鼠。老鼠。再说5遍，鼠老。鼠老。猫怕什么？老鼠。猫怕什么？老鼠。猫怕什么？猫怕什么？猫怕飞蛋。床前明月光，低头思故乡，举头望明月，你。你是不是没按套路出牌？